哦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万一要是什么这个行业里面拉住干不下去啦，唱片卖不好啦，拍戏都没有人找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工作来做啊。对对对对。您要给我们表演的是这个是我的正行。这是正行。对对对对。您要给我们调一个酒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温兆伦的酒啊。那我们要在音乐里面开始进行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要听你这个，好的，在恰恰的音乐里面，你怎么样去发挥？好，开始啊 ！1、2、3，Go！那就表示你没看过我们这个节目，看过我们这个节目，一听到这个音乐，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样，你不知道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哎，重来，哎哎，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1、2、3，Go！ 对吗？还是没看过，你就是没看过。哎，刚才那个跟我讲是呜，不是呜。那我们金元轩来示范一下。就这样开始了，好好。这边不用再叫，前面叫过习惯了。第二个问题发生了，因为你这个酒哪有这样？你看过那个 Bob Tanner， 他们不是这样的。哼，有没有？要长江是什么杯子？包括那杯子要拿出来，一甩，有没有？我都可以这样子啊。好，知道吧？好，要加上一些花俏的动作，太危险，要看技术了。三点点，三点点。如果怕危险，你其实也可以这样。噔噔噔噔，到底吗？再次。哎，再快一点。当然是希望能够翻。好，来。好好好好。周伟杰试试看，青哥，啊，青哥，青哥，不，你不介意，飞哥喝完，哪个？哎，不错，不错，哎，要不要其他同学要试？来，这位，他到过法国去。别，这边飞哥。
喝过的。你有没有喝过？我没有。你就跟我笑。这干什么？谈情说爱啊？啊？哎呦！哎，真的好喝耶！哎，鼓励一下。算一种特殊才艺，接下来的特殊才艺就是水的，比较麻烦一点啦。啊，文成兄，哎，今天表演什么样的特殊才艺啊？模仿，也是模仿，对，模仿那个也是我的偶像之一，嗯，罗文。罗文呐、啊，哎呦，罗文是你的偶像吗？我对舞文呢、啊。啊，沈文，哎，我说，什么青山我都怕，马鼻相逢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喜欢的是哪一首？尘缘，尘缘，听听看，听听看，像不像？第一张纸没有看到，我直接从第二张给他看，这是谁？再来。花花落尽，一声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枕间有我藏的微信。茫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，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，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。人随风过，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阵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有桂花香暗飘过。不错，您这个让我们想起罗文最近比较少到台湾来，表演得很好。谢谢谢谢。还有一个同学也会模仿罗文。哦，我知道。还有哪一位？哎，张志伟先生。哎，干嘛要互相攻击？对不对？哎，您要在那边再坐下去，我怕你变铜像，以后又化石了，那麻烦。那麻烦大字报成员，是成员吗？不，要换一个什么朋友一个啦，朋友一个啦。哎，朋友一个、啊。还是什么？早知道爱你变成爱你。It's alright, it's alright、哎。有些风，有些雨，也不坏。嗨。你是要哎爱你变成爱你，还是朋友一个？朋友一个。朋友一个。很厉害，可以跟真的吗？哎，来，您同意，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这样。好，朋友，让我拥有一些感受，在我心中成长中。彼此的鼓励，愿能够好好地走，哪怕冷风吹过，你就是我的暖流，流过多少岁月的角落，哪怕不错。贝文，你刚才那个姿势很好，哎，一个是沈文，一个是贝文，太好，今天非常高兴，勾引他要模仿一段，来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
你的特殊才艺是模仿，也是模仿。好、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为什么要排在这个小哥的后面呢？小哥后面就怎么了？哇，他曾经模仿太多太多这个成功的案例，所以会很紧张。就是不会，我们就是因为社会上成功的太多了，我们想看看不成功的。这个有白天就有夜晚嘛，对不对？有正才有负，这样子小哥就很难看了。给他难看。好，罗文是吧？不是，刘文正。哎呀，刘文正这个那是真的要卫生纸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来点特别的，每个人都要带白丝巾，我们可以带这个嘛，红的，对，好，是不是？来一点异样的，你也准备白丝巾吗？我有，哎，那还是用白的好。我要模仿刘文正小时候。哦，那这个很难比较，你这个是对的，嗨，对不对？他小时候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时候小的时候这个比较短，是围巾比较短。我们也是说围巾，你是说什么东西？你这是什么？小的时候唱儿歌嘛。对对，大人不能唱儿歌。小的时候唱儿歌，我们唱个两只老虎。好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之后我就知道我会变巨星，这个不容易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叫一个同学来对印证，他来唱两只老虎，不会唱的比你好，张志伟。你觉得他怎么就真的很像？像啊，很像很像，很像，而且移花接木这么像。对对，大概。可能小时候刘文正唱两只老虎，再拿一段卫生纸，两只老虎二重唱，那后面一个人要跟哦。哎，两只，后面一个就两只，要跟着。你要一步还是二步？你们俩研究一下。我们俩，我二步。好。跟你想的。两只老虎，两。不是，你没搞懂，你这个叫重唱啊，你是叠唱啊，我们是要重唱，就是。两只老虎阿亮，他唱他的，你唱。这样子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慢一小节过上，跟上去。好，慢。啊，两只老虎，两只。你唱不要打，你就把这个歌继续唱。啊，照你的速度。哎，你们两个人能不能搞清楚？就这个。慢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耳朵。太烂了，不是我讲。我来。就是的，你是搞的。哎，刘妈妈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，那你就先回去。研究崇尚，他又搞过音乐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不要被他抢走，跟他配。哎，对对对，跟谁配啊？跟他唱。1, 2, 3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。味道全部跑掉了，不要，你变成猫了。女生啊，先给周伟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像我们这种材料的人呢，你还有材料？基本上呢是老君的最佳良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我要模仿的是我们的大姐大，你都模仿大哥大，我模仿大姐大。是，您是姚淑荣小妹。台青，崔台青，请要为各位上一首。请等一下，有人流鼻血。老师，我要唱那个，我现在要出征。哎呦，崔台青唱《现在要出征》，有看头。哦，要 swing 的呀。swing 啊 ，swing 是什么 ？Jazz swing。啊 ，Jazz swing 啊。
下一次来，少女的祈祷，下一次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啊，你，很久，听说你也会弹琴，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自己决定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想。Will you move on? 什么东西啊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，你要模仿，啊，模仿比利，啊，他是 Will you move on? 我以为他要上法国去。你会模仿比利？比利是有什么问题？他的问题大问题在哪里？大问题，很大的小，还有小眼睛。大嘴小眼睛，嘴巴很大，眼睛很小。对呀、啊，那是食蚁兽，吃蚂蚁的。哎，还有跳舞很棒。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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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滴哒哒，是不是这首歌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，又要学他唱，越学他跳，很有才艺，不错。对呀、啊。那开始啊。好，开始。你会唱他的歌？他的歌会唱，但是歌词很难，所以请你帮助我。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这里。我说你怎么忘了叫人家帮你的忙？就是，但是我跳，你唱好不好？不用模仿，我介绍一个人给你，最会唱他的歌，张子伟。麦克风出问题，这么大个机构麦克风会出问题，屁对不对？屁是的。什么都不必说，我已经不再是那枯萎的花朵。什么都不必说。我已经不再面对空虚和寂寞、啊。
什么都不说，我现在已经知道面对自我。两个人一起来一次，好不好？两个人一起，脚不要踢到啊！什么都不说，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玩的。什么都不说，我现在已经是不再够寂寞。什么都不说，我现在已经知道面对自我。我玩的比他还好，真是不容易。还有人没有验收，都有了，都有了，下课啦！对阳光说起的话路，我会自己爬。重来啊！没家后天，减少了他的原来光辉。Thank you.